出队。一乡二里共三夫子，不是四书五经六艺，竟然教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对啊，怎么不对呢？你不给我面子，我可真的要发飙了。哔哩哔哩，听我讲故事。10月9号8:07，降温6度，大风5级，天衣4/3/2件，秋裤1条。哦，好工整啊。皇阿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。宝宝不哭，宝宝不哭。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，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，阁下是？你是什么垃圾？我是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手语翻译最喜欢的新闻段子朱广权。好，我就来会一会你。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，小小书童可笑可笑。饭桌前帝王蟹大龙虾吸引吃货，真香真香。莺莺燕燕，翠翠红红，处处融融洽洽，开开心心，齐齐整整，家家团团圆圆啊！快出对子，对死他，对死他！十口心思，四军四国四社稷，立木金新新年新春新气象啊！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！我上等魏凤，显现一身虎胆。一下课放学回家，全是作业。啊！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？你家坟头来种树，天衣保暖穿秋裤，鱼飞过手入我肚，春色满园关不住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地球不爆炸，阿火主不放假，不要忘了收看，共同关注。